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以他的爱让我们相聚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在会前呢，我们请翻开我们的周报哦，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点，欢迎新朋友与弟兄姊妹一同来参加礼拜，愿神施恩赐福你全家。第二点，欢迎并谢谢张宣教士莅临本会带来美好的信息，愿神赐福他的家庭及服事。第三点，一月起爱宴参券费将调整为1张35元，3张100元，邀请兄姐与朋友在主日结束后一同享用温馨的爱宴。第四点，每周三晚上7点半在大卫厅教会固定有祷告会，需要提出代祷者请先告知小组长，请踊跃参加，一同来同心祷告。第五点，已在其他教会受洗过欲申请会籍转会的兄姐，请于1月15号周二前向市民主任提出申请，并在1月31号周四之前与世英传道完成入会的约谈。第六点，1月20号主日下午1点将举行小组长会议，请各位小朋友小组长预留时间，有事无法参加者请告知世英传道。第七点，2019年度弟兄姊妹之奉献编号已有部分的修改，请参阅编号索引表，若有疑问者请洽市民主任。第八点，喜乐社区学院2019年今年度的春季班将在3月份开始，欢迎兄姐多邀请亲友来参加，请到一楼柜台填写报名表，投进收件箱。接下来是牧区与小组的消息。第一点，1月17号以及24号，周四早上9点半到11点半，教会将于大卫厅举办乐灵乐活的活动，邀请教会长青兄姐一同来参加，并请踊跃邀请的亲朋好友共同来享受肢体的美好。第二点，1月19号周六，学青礼拜于晚上7点开始，由世英传道来主领，鼓励星期天无法参加礼拜的兄姐谨守主日，踊跃参加。接下来是上周的执事会决议事项，这边有特别的报告，请各位弟兄姊妹注意那个原会有卢庆霞姊妹涉入异端东方闪电，经多次规劝无效，依总会法规即日起予以除去会籍，当事人若与会有联络，请提高警觉，特别注意，看之后他能够来认罪悔改，再依规章提出入会的申请。接下来是建堂消息，去年12月份的建堂奉献金额为318100元，教会银行的贷款还有1669027元，鼓励兄姐踊跃奉献，为神的圣殿来尽上心力。读经进度请参阅本月份的职月执事是陈怡梅、周辉堂及李燕锦执事。以上报告。接下来敬拜赞美主领由吴真恩传道。奉主的名，我们要开始今天早晨的聚会。在以弗所书1章3到6节，由我这里来读。以弗所书1章3到6节，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借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感谢主，今天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因此我们领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同时今天早晨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一同来敬拜，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的话，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献上我们对神的感恩，用敬拜来献上，一起来拍掌。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老少，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老少。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老少，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老少。再说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是的，我们感谢主，因他的恩典丰富又奇妙，神使我们有生命气息，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神的恩典与创造当中，同时我们又可以享受肢体当中彼此关系的美好。阿们，起来唱，从头来。主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起来，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老少，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老少。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老少，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
得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来上。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我们把最大的恩典感谢都归给神，因为他赐给我们每一天恩典。当今天弟兄姐妹在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因此我们要更喜乐，更喜乐的来敬拜他。神是使软弱变为刚强的，使贫穷成为富足的，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顽固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主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护庇我，战胜试验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感谢主，虽然我们生活当中有哀哭，有困难，但是主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起来，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验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是的，什么喜乐，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变为牺牲，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神的喜乐，我们再次来唱主的恩典。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牺牲，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感谢主，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主啊，我们有信心来宣告，主啊，你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喜乐的来敬拜你，因为你赐下恩典的神。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主你要必亲自成就那关乎你自己的事。让我们信靠你，应许永不落空。主一开始，
我们主耶稣的大能，掌管我的全心全人，带来更新，不义自由，脱离罪恶死亡权势。圣灵浇灌我的生命，经历改变。起来，主已开始，我们主耶稣的大能，浇灌我的全心。许多的失败，有许多的难处，但你恩典永在。因此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同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你生命当中你可以数算的恩典，从你受洗那一刻开始到如今，到最后，到最近，我们都说，主啊，我们要把一切
领受的恩典，以祷告献到主的祭坛前。我们因此，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为主向神献上他所赐给我们的恩惠，一切的恩典。我们同声开口，天父，谢谢主，你赐给我恩惠，主让我能够从死因里得着那复活的生命。主啊，今天我在这里解释说，主啊，感谢你。虽然我生命当中有许多过去那不堪，但如今主因着你的保险，你洗净我生命当中的罪。如今我也活在你的恩典中，主在你的殿中服侍你，我领受到弟兄姐妹的关爱，我领受到神每一天的圣灵的充满。主啊，因此我不住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感恩。主啊，这是我心里面的渴望，求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主面前。因为主你是赐恩惠、赏赐恩典的神，我们一起来唱，全是恩惠，全是恩惠。让我们从心里面来唱，向神献上感恩的心，因为他拣选我们，神他赐下那独生爱子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与父和好。主的恩惠。用我们有限的言语来述说，主你的恩典连续从不断绝，你从没有离开我们的手。纵使我们现在也许仍然在逆境甚至患难中，但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神，你今天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因此丰盛的神啊，我们要更多的来到你面前回应你。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我们都可以在你的殿中一同来朝见主的面。我们要在敬拜当中回应神你所对我们的呼召。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不让这恩典断绝，因此我们也要成为这恩典的器皿，透过我们自己把主的救恩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什么是救恩，什么是耶稣基督
并且他们的生命可以因着我们而见证耶稣基督主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也悦纳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敬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今年的开始没几个礼拜就给我们早上带来一个这么美好的敬拜。我们谢谢这个社区学院萨克斯风班在蔡老师，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别的教会的一个弟兄，这么用心的去栽培去培养这些社区的兄姐，这些好朋友能够一起用不同的乐器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他们啊！透过他们的服事让我们的神在当中得到最大的荣耀。我听到觉得哇，这个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学习，感觉他们的功力已经跟萧东山老师跟 Kenny G 差不多了、哦、可以继续再报名下一学期、哦、反而超越他们是指日可待。好，那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所有的教会兄姐我们有一同可以来敬拜神。那今天也很特别，在2019年的开始，我们教会也更积极的朝向宣教方面来一同
跟随神带领的一个脚步。所以在今年开始，我们也教会正式在每个月的奉献支持两个宣教士，一个就是今天待会要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的张宣教士，待会大家可以仔细听神怎么带领他。那另外一位就是上次去年八九月有来的那个蔡牧师去游宣的那个，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固定，虽然金额不多啦，但是也相信我们在宣教神的工作上不要缺席。如果大家对宣教有负担，多奉献点，我们就可以多支持他一点，多更多支持有需要的宣教士。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张宣教士。张宣教士待会大家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这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但是又相对的低调，因为在我们神学院三年的过程当中，他只是常常碰到我们打招呼都是很腼腆的笑。那但是我知道他是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神呼召，知道他将来是要走到宣教的工厂去。那他从小是出生在台湾，但是随着父亲本身是牧师，目前还在澳洲服事，所以他在长大在澳洲，后来回台湾工作，就想到神给他的一个呼召及他当初对神回应要走上宣教工厂的一个祷告，所以他就毅然而然的辞去工作，去踏上神学装备的一个路程，是因此有幸在神学院当中成为正恩彩云传道的同学，也成为我敬爱的学长。那他跟师母也都是一起要摆下这一切的这个过去家庭的一切的需要，就毅然而然的走上宣教的工厂。那他目前是在他的母会是在南圣，也跟我们相当有渊源，台南圣教会，所以他在南圣也受装备。那接下来在今年二月就要举行差派礼，就要走上宣教的工厂。那日后我们固定支持他，也希望他如果回国述职的时候，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再跟我们分享一下神怎么样透过他跟师母在宣教的工厂行了何等大的神迹奇事，让我们可以一同参与见证神的荣耀。那我们教会除了固定支持他之外，因为宣教的负担是很大，他们自己要付完全的生活费以及募款一切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也教会特地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奉献的信封，在周报的夹页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有特别感动的，也欢迎你针对张宣教士师母他们接下来宣教一切的所需，你可以投入你的感动的奉献。那你要收据的，就麻烦你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们收集之后会请他们的差会开正式的收据。那如果你实在很感动，你今天把所有正当的钱都奉献完了，或者是你今天一时还没有带足够的奉献，没关系，这边有一张奉献的这个任现卡、在这个三楼的柜台，我们有准备30张。那如果你有奉献的感动，请你会后写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特别把你要相关的联络方式写下去。那等到这个今天回去，你可以再以你的感动一次现金或是定期定额的月奉献，为他们持续在宣教的路上成为他们的支持。那如果一时金钱上还没有办法负担，但是他们也更需要你祷告为他们守望托住，你也可以在祷告上去去勾选成为他们祷告的勇士，相信你的祷告一定会成为神使用他们的祝福。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张宣教士。好，我们掌声鼓励欢迎张宣教士。好，谢谢施英传道这样的介绍。每次听他叫我学长，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都叫他施英哥。好，我觉得真的是很受上帝的祝福，能够让屏东圣教会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支出里面支持我们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我觉得对教会来讲可能就是每个月可能一些钱的奉献，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个就是好像直接从上帝手里得到供应一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在今天讲到之前呢，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你得着一切的尊荣与颂赞，
求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能够让我们活出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让我们得人如得鱼，在这个地方为你做见证。感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到第十三节，那我现在来念，请大家仔细的听。约翰福音六章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六章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来到主日崇拜之前，你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人，请你举手。好，大部分人都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对不对？大家听过，大部分人都知道。好，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故事，你应该是没有听过。在美国密歇根州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差派了一位宣教士到非洲一个偏远的一个乡镇的一个小诊所去服事。那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偏远，所以这位宣教士他每两个礼拜需要骑着脚踏车到附近的一个乡镇去银行领钱，领了钱呢就买一些补给品，一些食物啦，一些绷带啊，一些药品，然后再骑着他的脚踏车回到他服侍的那个村庄。因为路途很遥远，所以他骑脚踏车单程需要骑两天，去要骑两天，回来要骑两天。中间那个晚上呢，他住在哪里？他就在非洲齁那个丛林里面，他就搭帐篷夜宿在那个丛林里面。好，就有一个礼拜，他就他要去补给的时间到了，他就骑着他的脚踏车。当他抵达那个乡镇的时候，他看见两个人在打架，这两个人因为有一些争执，所以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受伤了。这位宣教师看到了，就给这个人裹伤，替他治疗他的一些外伤，然后告诉他耶稣的故事。所以他就 OK， 事情做完了，去银行领钱，又去买他的补给品，买他的药品，然后就回到他的服侍的村庄。过了两个礼拜之后，他又踏上这样的旅途，他又骑了脚踏车，骑了一天，晚上住在丛林里面，然后第二天大概中午的时候，他到达这个乡镇。OK， 这个时候，他上一次治疗的那个年轻人就告诉他：“我跟我的一些朋友注意你很久了，我们知道你每两个礼拜都会来这边一次，你会去银行领钱，你会去买东西，所以我们打算要在你住在丛林里面的时候把你杀了。”把你身上的钱跟那些药跟那些物资都抢过来。但是上一次当我们跟着你尾随着你到丛林里面去的时候，晚上半夜了，我们准备要去攻击你了，我们在你的帐篷外面，但是我们看到了二十六个全副武装的守卫在守护你。我们一看，这么多人在保护你，好，
们好像没办法下手，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就没有攻击你。当宣教师他回国述职的时候，他在一次聚会里面，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到这里他就被打断了。底下有一位弟兄，他坐在就像你们一样坐在椅子上面，他这时候就站起来打断宣教师说的故事。他就问宣教师说，你讲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什么时候发生的？宣教师就告诉他了，好，哪年哪月哪日。他就说，这位弟兄坐在底下，他就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美国这里正好是早上，在非洲那边是半夜嘛，对不对？在美国那边正好是有一天早上，那天早上我准备要去打高尔夫球。这位弟兄他原本准备了要去打高尔夫球，正当他准备好他要去出发的时候，他心里面突然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好像有一个欲望，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催逼，要他为这位宣教师祷告。这个宣教师 是这个教会差派出去的。他心里面，这位弟兄突然心里面有一个危机感，他就打电话给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他们就约了一起在教会见面，一起为这位宣教师祷告。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跟会众全部的会众就说，请那天早上跟我在教会碰面的人，请现在站起来。你知道多少人站起来吗？有26个。对这个宣教士来讲，他就是觉得，哦，他听到这个非洲的当地人跟他讲说，哦，那天晚上原本要攻击你，原本要把你杀了，但是哦，看到有人保护你。对宣教士来讲，他是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但是对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对这26个人来讲，他们经历的是什么？他们经历的是回应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与上帝同工，他们就经历了与上帝的同工。对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讲，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很少，对不对？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非常的震惊惊讶，原来上帝可以借着这样的事情成就他所要保护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问题出在哪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原本知道要怎么做，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耶稣原本是打算要教导门徒，神的供应永远好过我们最大的努力。腓力说，就算是我们有20两的银子，我们买了饼给这些人吃也是不够。当时的普通人一天的工资大约是1/10银子，所以请问一下，20两银子他要工作多久？1两银子要工作10天，对不对？一天的工资是1/10银子吗？所以1两银子要工作10天，20两银子要工作多少天？200天。 OK，2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工作200天的薪水。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计算当时的物价，但是假设就拿一个最粗略的一个计算来讲好了。现在我们的法定工资，最低工资一个小时多少钱？150。一天工作8个小时，工作2天，相当于多少台币？24万。腓力说，就算我口袋里面有24万台币，我拿24万台币去买面包，请问可以买很多面包吗？很多面包，对不对？但是当时有多少人坐在草地上？当时有多少人在跟随耶稣要听耶稣讲道？5000什么人？男丁，对不对？当时算人数就是只有算男丁，如果把妇女小孩全部加起来，很可能有超过10000人。24万台币如果拿去买面包，每个人只能吃一点点，他们是吃不饱的。
菲利想到的是，哎，我口袋里面没有钱，即使我有20多万台币，我拿去买所有能买的东西也是不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直觉反应？就是，哎，我现在碰到了一个困难，可是好像依靠我口袋里面有的，依靠我手所能做的，依靠我脑袋里面所有的，好像没有办法。那有些教会也是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们会觉得，我们自己都不够了，怎么去给人呢？我们自己有台语有一句话吼，说新鲜的都不够吃，怎么做干的？那句话怎么讲？青椒都梦搞哈，阿威安娜。哦，好，对不起，我台语真的很不轮转吼，就是我们自己现吃都不够了，我们自己都不够了，我们自己都缺乏了，要怎么给人？上帝要我们多给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都不够的时候要怎么办？当我们自己都缺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服从上帝的命令，要去给人？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这边说到：“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请问一下，当耶稣说“我来了要让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时候，是讲以后还是现在？觉得是以后的举手，觉得以后会更丰盛的举手。在天上，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你觉得会更丰盛的举手。哎，在神的国度里面不会更丰盛吗？会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呢？也会，是理智上知道的也会，还是你真的知道一定会？常常哦。感谢主，有一些我们的施恩传道、圣恩传道这么有信心的说一定会，但是对我们来讲，就甚至对我自己来讲，在我走上服事神的道路之前，我自己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我一个月的薪水就这么多，房租要扣掉1/3，这些那些 一堆账单，有的没有的扣一扣，没有剩多少钱。最后才想到1/10，哎，可是上帝说1/10是当纳的，可是我自己都好像不够用了，我怎么去服从上帝的命令？不管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多出色，不管很多我们当中 有一些学生，不管你在课业上有多厉害，不管你尽多大的努力，请问一下，你是不是事事都能够依照你的努力去收获？不一定。有天灾有人祸，对不对？去年的下半年，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学习一些农业的技能哦，去学怎么种一些农作物，我才发现，原来我不管多用心、多努力的去照顾这些农作物，台风还是会来啊。台风来了，你可以搭架子啊，可以搭棚子啊，可以去保护它，对不对？可是，请问一下，每次都有用吗？不见得，常常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意外会发生，好像我们付出了最多最多的努力，最大的努力，花了所有的心力下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意外常常会发生。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的努力，依靠我们的智慧，依靠我们的知识，依靠我们所有的资源，依靠我们的人脉，无论我们多努力的去做，意外都可能会发生。当我们没有去从上帝那边直接支取上帝来的恩典的时候，意外会发生，我们没办法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黑纸 白纸黑字很清楚的是，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你现在就会得的更丰盛。这个应许要怎么去兑现？当我们看到我们手中的资源不够的时候，我们常会想到这件事情又大又难，靠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
腓力就是在这个状况里面，他的老师要他去买饼喂饱一万多人，他的口袋里面没有钱，他想就算是我有钱也没有地方买饼啊，他们在当时在荒郊野外，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有人插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再大再难的事情在上帝手里都可以成就，但是就是这个但是这两个字，我们常常没办法很肯定上帝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那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又大又难的事情。在这里你有没有想过，当耶稣在跟腓力说话的时候，其实我刚刚讲了，安德烈是主动插嘴说，哎，这里有一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他带着他的午餐，请问一下他带给多少人吃？带给自己吃，对不对？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就是好，也许是一个国小的一个小朋友，或者是国中生，他带着一个便当。如果你是安德烈的话，请问你会不会去插嘴说，哎，老师，这边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便当，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不会。那为什么安德烈做这种事？为什么安德烈这样说，而且还被记在他身体上面？到底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问了腓力，腓力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他觉得现实的困难无法让他无法完成这个问题，但是耶稣没有问安德烈，安德烈是主动提出来的。刚刚看到我们建堂奉献的一个呼吁，如果说你口袋里面有一块钱，然后施音传道说，啊，请大家，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建堂奉献，你会不会在大庭广众下就站起来说，施音传道，我有一块钱？有点奇怪，对不对？安德烈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我认为答案在列王记下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我来念给大家听。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四十三节，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一百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圣经里面没有明讲安德烈是不是想到了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主动的提出来，这边有一个小朋友带着他午餐，他一个人分量的一个便当，我觉得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讲了这个字，但是当时有二十个饼分给多少人吃？在以利沙的时候，二十个饼分给一百人吃，在他们当下，他们面对多少人？也许一万多人。那他们手里有什么？一个便当。请问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个便当分给一万个人，一个人可以分几粒米？我猜想可能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粒米这样子。所以说够不够？不够。当以利沙那个时候，这个仆人说，我们只有二十个饼，怎么可以分给一百个人吃呢？安德烈想到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便当，可是我们现在面前有一万多个人。他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上帝曾经借着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个人，可是当他看到眼前的一万多个人，他心里面的信心就好像有点动摇，有点消融了。从前上帝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可是我们有，可是耶稣，可是我们一个便当一万人，一个便当一万人，一个便当一万人，每个人舔一下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对上帝来说，请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问你的意见，你认为上帝用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人，
跟用一个便当五个饼两条鱼，那个饼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饼，那就大概是比手掌大一点这样的饼，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一万人，跟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人，对上帝来讲有没有差别？其实我们理智都知道没有，但是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哎，可是这边有一杯水，我们现场多少人？两三百，两百多，大家来喝，够喝吗？不够。可是我们都会讲，可是，哎，可是不够。可是，可是，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被这可是拦阻了上帝应许的兑现。所以，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说那个字，不要再说可是，我们就像接下来的人一样。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众人，就随着他们所要的，不是大家舔一下，那是一个 buffet， 有饼有鱼。最后面剩下的有多少篮子？十二篮子。请问一下，五饼二鱼跟十二篮子哪样多？十二篮子比较多，对不对？那个篮子是那个时候他们收割大麦用的篮子，装的可以装十几公斤的麦子。你口袋里面如果一百块，去 Seven 买两瓶咖啡，买两杯咖啡，请问会剩下多少？如果你会剩下一千块的时候，你会不会一直去买？我们会一直去买，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耶稣。耶稣让五个饼两条鱼，一万个人吃饱之后还剩十二个篮子，因为他是超越物质的主。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上帝的要求，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一直都没有改变。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我们用信心去相信他所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上帝，但是上帝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拦阻去相信，真正相信上帝所说的话。这边看一个例子，约书亚记第三章，这边讲到，对不起，这个字有点小。约书亚记第三章这边讲到，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下往上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我再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我在想到的时候很喜欢问问题，因为你回答问题你就不会睡着。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水是什么时候断的？是祭司把约柜抬起来的时候吗？不是。是祭司把脚抬起来的时候吗？是祭司把脚踏下去的时候吗？是吗？真的吗？仔细看，真的吗？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水在哪里停住？在极远之地，在极远之地，在亚当城那里。亚当城离他们过河的耶利哥的对面，依现在的距离有十几公里，将近二十公里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十几公里之外的河流水停了，请问一下，在我们眼前的河什么时候水才会停？要数几下，一二三，停了吗？还没。数到一百，停了吗？也许还没，可能要好几分钟，可能要五分钟、十分钟之后，水流了十几公里 ，OK， 水停了。请问一下，在这几分钟之内，祭司走到哪里去了？祭司抬的约柜，脚抬起来，水停了吗？还没。脚踏下去，脚在哪里？脚在水里面了。水停了吗？还没。这时候怎么办？一二三，木头人。不是耶，我相信他们第二只脚就抬起来，又踏在水里面，然后右脚又抬起来，踏在水里面，左脚踏起来，又踏在水里面。
也许走了几分钟之后水才停。我觉得这就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功课，就是当你眼睛看到的，当你脑理智所理解的跟上帝的应许你对不在一起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做一个选择，就是你选择要相信上帝的话。信心是一个选择，信心不是看到了证据之后我相信。如果你看到证据才相信，你不是相信，那个叫被说服，因为你无可反驳。上帝要的信心是什么？像信心就是当上帝说了事情还没成就，甚至你眼睛看到的跟上帝所说的要应许的事情相反的时候，你仍然愿意选择相信，那就是上帝所要的信心。在我进入神学院之前，我就有对我自己来讲还算蛮清楚的一个呼召，就是好，我将来上帝要派我去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刚刚施英传道还问我，你怎么要去吉尔吉斯？那是什么地方啊？吉尔吉斯在哪里？在这个这块绿色的，所以是在中国的西边。今天的时间有限，我没办法讲太多整个过程，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的历程就是上帝让我想起来，我曾经在小时候做过一个祷告。我祷告什么？我祷告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我去哪里就去，你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OK， 我那时候国中，我这个祷告完了，说了阿们之后，我自己就忘了，一直到什么时候我才想起来？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我从澳洲回到台湾，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光景里面。我人是每个礼拜参加教会聚会的，但是我的心不在那里。好，很多理由 ，Anyway， 反正就是上帝又呼召我回到他的家中的时候，他让我想起来这个祷告。当我想起来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有罪恶感。为什么会有罪恶感？你祷告完了，应该是通常是有平安，或者是我觉得我交托了，心里就很轻松。为什么我想起来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有罪恶感？因为当我不喜欢教会，当我觉得教会里面乌烟瘴气的时候，我离远远的。每次就是好，牧师祝祷了，唱阿门颂的时候，我的手就放在我的包包上面，抓着我的包包。阿门颂一唱完，我就准备要吵，我就准备要从后门溜走。那个时候，当我想起来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这样子上帝的感动，要服侍教会的心在我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很有罪恶感。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试着挑软的吃的一个人。教会不好，教会里面乌烟瘴气的时候，我就离远远的。教会很好，教会充满喜乐，教会里面有上帝的爱的时候，我就我要来侍奉教会，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在这个挣扎里面挣扎了好几个月，然后在祷告里面，上帝让我经过很多很长的时间，好几个月的祷告，他让我明白他要把我差派到远方去。远方哪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后来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情，他让我明白上帝要差派我就到这个国家去。我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当我知道上帝要差派我去吉尔吉斯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跟一些弟兄姐妹说，上帝要差派我，我跟我的父亲说，我想去神学院受装备受训练。我跟我的牧师说，我想要去神学院去受装备。我先跟我的父亲说，我的父亲就问了我一堆问题。你的呼召是什么？你的意向是什么？你要做什么？那边有什么人？已经做了什么事情？现在状况是什么？我全部都回答不出来。我全部都回答不出来。然后过了，我印象中应该是过了两三个礼拜，我跟我的牧师说，我的牧师又问了我一堆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我又都回答不出来。我觉得我好像只是
自己有一些热心，好像自己要去服事，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怎样，要我需要准备什么，那边需要什么，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的牧师就告诉我说，那你回去继续祷告吧，把事情把你的上帝的感动弄清楚，然后我们再看要怎么样。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他就跟我说，我帮你跟主任牧师约好了，你明天就去跟主任牧师谈。我心里面就慌了，我心里面就很紧张，因为主任牧师其实不认识我。那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教会里面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自己有热心想要侍奉，去找主任牧师，他们想去念神学院，想要受装备，想要在教会里面侍奉，他们很多人都被主任牧师婉拒。我心里面想，主任牧师也不认识我，跟他没关系，我是怎么样的人他也不知道，我也这辈子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跟主任牧师说过一句话。我就想这个事情看起来不太妙，没有想到隔一天礼拜天的下午，我在教会的大门口碰到我们的主任牧师，他还不确定我是谁，他问说：“哎，宋恩是你是张宋恩吗？”我说：“是牧师，我是。”我心里面想说：“要来了，那套问题要出现第三次。”结果没想到他就第一个问题他就问说：“你什么时候可以辞职去考神学院？”我觉得这是上帝为我们打开的第一扇门，就是他在还不认识我的状况下，他心里面，我后来事后问他，他心里面有感动，这个人教会可以推荐去念神学院。在我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在我跟教会的同工其实不是很熟悉的状况下，上帝仍然可以做工。我跟我太太都是生物背景，我是念分子生物的，我太太是念细胞解剖的。请问一下，你觉得这样子的人要侍奉教会需要他的专业技能吗？我可不可以在真恩传道身上做一些基因改造实验，让他变成？其实在教会里面不需要，对不对？我的想法也是这样，我就要去念神学院了。中间有个跳过还没讲，等一下讲。我心里面就想说，我这些东西我这辈子再也碰不到了，所有的分子生物，所有这些基因的什么东西，我这辈子再也不需要了，所以我把我的笔记、我的课本、我的实验的记录什么东西，我全部都处理掉了。没有想到就是在神学院一年级上学期的学期末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当世英传道在华神念书的时候，你们怎样看他哦？不认识哦，好，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们在华神念书的时候，我还是每个礼拜要回到台南我的母会去实习。我们的课业压力非常大，我每个礼拜要花10个小时从台北、台南这样两地的奔波。我的同学们他们都很努力、很用功的念书、写报告，我只能每天祷告说：“主啊，不要让我当掉。”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礼拜五的中午可不可以去认识一个某某人？”这对我来讲是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因为礼拜五早上要考希腊文，礼拜四晚上那天晚上对我来讲几乎就是那天晚上是不睡觉的，我必须要努力的念希腊文，因为我很怕被当掉。被当掉就会阻碍后面的修课，阻碍后面的修课，我就没办法准时毕业。不能准时毕业，第一个很丢脸，第二个我没办法继续我后面的服事。所以我很努力的在念书，但是礼拜五是一个很不好的时间，因为早上要考希腊文，礼拜五下午要考基督教教育概论。他告诉我说，这位牧师他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礼拜五中午播2个小时出来，跟我去见一个人。那2个小时真的是很重要的时间，因为一个礼拜念基督教教育概论的时间就是那2个小时。我心里面想说，好吧，这次一次考试当掉就当掉了，就不是整个学期当掉了，我还可以接受，好吧，我就去了。原来是一对宣教士，先生是美国人，太太是台湾人，他们在吉尔吉斯服侍了。那个时候他们在吉尔吉斯服侍了13年，他们回来台湾探亲，然后顺便就，差会的牧师就带我去认识他们。
蔡慧牧师其实也不认识他们，只是他之前就知道这对夫妇在一起其实已经很久了。一谈了才发现，他们的机构里面需要一些生物技术的一些同工，因为他们在那边推广一些农业技术，有一些微生物的东西，他们实际上就是从美国、加拿大进口去接，其实那边使用。那他们想要省一些钱，其实不是省一些钱，省很多钱，所以他们想要在当地生产这些微生物的这些制品。刚好我大学的选修全部都是这些东西。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的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做微生物的发酵。弟兄姐妹，听起来可能没什么，但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在我还离开教会，在我还没有回到上帝的家之前，上帝已经知道了我以后的路，他已经在预备我了。甚至就是在我可能不愿意去花时间去跟这些人去认识去交流的那个时候，让我有一点点那种感动，就是好吧，去就去，今天下午当不到就零分就零分吧。上帝可以这样预备我们的道路。好，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故事，如果有时间我再来分享。所以我就越来越确认了，要到吉尔吉斯去是上帝给我们夫妻两个人的呼召。那吉尔吉斯这个国家简单的讲呢，这边有个山叫天山，就是从新疆的中间一直到经过吉尔吉斯一直到这两个国家。那所以这个国家整个国家都在高山上面，他们的平均的海拔是3500多公尺。那大部分的人口呢都居住在北边，这些北边这个比较低的地方，还有南边这个一个山谷。这个国家的山有多高呢？最高点在这边大约7400公尺。7400公尺很高吗？非常高。那这个国家是台湾的6倍大。这个湖，这边是一个湖，从这个点，从这个城市到这个城市，它差不多是从台北到台中的距离，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大，人口不多，人口大概只有500多万。那人口90%以上都是穆斯林，90%以上他们都没有听过耶稣，90%以上都要下地狱。主耶稣基督他在离世之前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都看到大使命，其实大使命后面还有个大应许是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相信我们去兑现上帝的应许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之中所讲的一个信心。当我们还没看到的时候，是不是愿意相信？当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脚可不可以举起来踩下去？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服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非常感谢屏东圣教会愿意在我们的宣教事工上面资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远方知道我们后面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出去，我们在后面也会有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那今天在后面等一下，如果你出去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填那个刚刚施行传道讲的这个认线卡，对，上面呢你可以留下你的名字跟教会，如果你有 email 你有电子邮件地址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电子邮件地址写在上面，我会把代导信写给你。如果你没有电子邮件，你没有在用电子邮件也没关系，我会把代导信寄给教会，然后教会就可以让大家去索取。那因为我们要去的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所以特别要求大家，如果你拿到我们的代导信，请不要千万不要贴在网络上面， LINE 群组或者 FB 的群组，甚至我们自己教会内部群组都避免，因为我们可能会造成我们安全上的一些顾虑。好，最后我们看一下上帝对我们到底有什么要求。
生命记三十章第九节这边讲到，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边讲得更清楚，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而已，包括我们手里所办的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后代、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工作，一切都绰绰有余。但是这些祝福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各式各样、充满各式各样祝福的应许告诉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就像那些祭司一样，在看到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就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往前行。就像五饼二鱼的神迹，当场的那五千多个人、一万多个人一样，神迹还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从你的话语，就坐在草地上面等待。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有大能。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家族当中，不论遇到什么样又大又难的事，主，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相信你，你必然可以为我们成全。主，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当中，因为依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看环境我们也没有办法。主，我们唯独单单依靠你，你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你是也是我们信心的，让我们信心能够成就的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赞美与尊荣都献上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感谢张轩教士为我们带来宝贵的见证。我想到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大家也很熟的一段经文，我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开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很感动听到张轩教士自己跟我们分享神怎么拣选他。我也跟各位报告，其实从去年七月我接平胜的主责到今天，上次我们邀请到的蔡牧师，在之前我没有碰过他，我完全不认识他，我只认识他的师母，而且只是休课的时候坐在旁边偶尔分享一下。张轩教士在学校里头，其实我们不同年级，更少有机会交通，但是我那时候在去年大概九十月的时候，张轩教士跟我联络，跟我分享说他要去这个神呼召他的这个工厂，包括这个蔡牧师，我知道神要拣选他去游宣。其实我只是把神放在我这个位置，给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是宣教的差派中心。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神怎么拣选张宣教士，要带领他去哪里，我根本都不知道。但是也很感谢神也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心中，我就决定要支持他们两位宣教士，因为正如同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还记得我跟各位兄姐分享，对我自己而言，我真是敬佩宣教士，特别是长宣、义宣、义地宣教的宣教士，他们要离开家乡一切熟悉的人事物，
要踏上信心的旅程。但是我相信，正如同张宣教师自己分享的，当信心的脚踏上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神已经动工了。我们也相信，我们教会在他们宣教的道路上面，我们不会缺席。我也很感谢我们开始祷告会，我们要把祷告为他们宣教士祷告的负担放在祷告会当中，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希望张宣教士不要睡帐篷的时候，我们弟兄帮他祷告。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弟兄姐妹帮他祷告，神依然会好像如同我们在他旁边一样托住他们。那如果你除了祷告之外，你还有负担，再一次请弟兄姐妹，不一定我们能够去踏上宣教的工厂，但是我们只要在任何无论祷告奉献的事上，我们不缺席，我们就是一样是为主收庄稼的工人。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感动，待会再收奉献，也可以在这次的信封上面写下你的名字跟奉献金额，他们差会会开奉献。如果没有，也欢迎你在会后到后面的柜台，无论祷告无论奉献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24块不嫌少，24万不嫌多，我们一起来宣教上有份。最后请正恩传道来回应诗歌。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感谢主今天透过他的仆人张宣教士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盼望这份信心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这份信心能够停留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我们要更多的回应他，用信心来聆听神的声音，把脚踏下去，去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早就预定好要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并且把信心、把恩典、把丰富赏赐在我们当中。我们为着今天张宣教士的分享，我们也为自己来祷告，求神把那份信心给我们，那属天的信心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来回应我们的神。主啊，谢谢你，主，知道我们常常信心不够、软弱、疲乏。主，我们没有回应在你的呼召里面，我们没有回应在你的心意当中。主，今天你在激励我们，透过你的信心的话语激励我们。主啊，那不是凭着理性，不是凭着经验，乃是凭着对神的信心。主，那信心是那所看不见的，但主啊，我们也要回应你。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单单是一个奉献的信心，而是一个我们愿意在神当中委身的信心。
我求主你呼召我们当中每一个属神的百姓，让我们能够一同起立，让我们一同起来，我们跟随主来行。主啊，就是你这天早上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心中所放下的那个话语，主啊，你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回应，更多的相信主你必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了新的应许。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全是恩惠。我们请招待慈心的同工来到台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奉献来回应我们的神。无限量力，主的恩惠，全是恩惠，主的恩惠，永不改变，主的心事，主的恩惠。知道真理，但那个真理只停留在我们的知识脑海当中。但如今我们要行出来，主行出来的根基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依靠。主啊，今天早晨你透过你仆人的话语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无论在我们的奉献金钱上，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以至于在团契生活里面，我们说主啊，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你。主啊，也许有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但我们愿意透过祷告来到你面前，求神你赐下恩惠给我们。今天我们也奉献我们手中那有限的金钱在神的面前，我求主愿你的圣工能够使用这些金钱，使更多的人能够透过教会，透过我们的手，主啊，认识这个信仰。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与奉献，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依照教会的惯例，这个如果你这礼拜来不及对张娟教师特别奉献的话，下礼拜我们依然会代收，然后整理好之后一起会转奉献给他们。那也跟大家报告，从今年开始我们教会的宣教，整个教会额外支持事工的奉献也有一些调整，除了我们的姐妹教会东昌教会在原乡花莲的教会我们给他支持之外，我们也把其他奉献的金额转到跟福音以及宣教有关的事工上面，特别是给中华福音神学院以及中台神学院，还有客家宣教中心以及三福福音协进会，
以及支持两位宣教士，无论蔡牧师还有张宣教士，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在整个宣教事工使用的支持的一些单位以及宣教士。那我们实在奉献的能力还现阶段还有限，所以我们给两位宣教士的奉献金额也是杯水车薪啦，说实在的也不是很多，一个月2000块，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那弟兄姐妹如果有更多的感动，张宣教士也特别有跟我分享，他们更需要的是定期定额的宣教负担，所以也鼓励大家能够再去这个后面写那个认献单，如果你这礼拜来不及奉献，也可以在下礼拜继续为他们指名奉献，我们都会把这个奉献的金额准备好，然后一并的成为他们的帮助。好，那接下来就是介绍新朋友的时间，欢迎有一位陈乃萱姐妹，是从东港过来的，那我们站起来欢迎她。啊，弟兄姐妹身边的可以欢迎她。感谢神，她原本是在延州长老教会，今天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也欢迎乃萱姐妹，如果可以，东港过来，说远也不远啦哈。但是我们是一个充满神爱的一个大家庭，欢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好，那请问在座还有没有其他这个兄姐好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的，我们还来不及接待同工介绍，请这个写介绍卡的有没有可以举手一下，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没有哈，那也请大家，不是只有外地宣教长宣才是宣教，也不是寒暑假短宣才是宣教，我们只要出去传福音，跟人分享一切有关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在宣教了、哦、所以我们是宣教的差派中心，当你宣教就会有人，神的灵就会自己动工，就会吸引要神拣选要得救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十万名做门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跟人分享耶稣基督传福音，就是宣教了。好，那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起立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愿那赐平安施恩惠的万军之耶和华，将各样从天上而来属灵的福气充充满满的临到他所爱的儿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每一位他所爱也爱他的儿女同在，特别与他所要拣选差派的仆人张宣教士以及师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